心脏疼，心脏疼啊！蹦蹦蹦蹦，敲锣打鼓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又是敲锣打鼓啊！你知道这次敲锣打鼓什么？是庆祝江泽民死了，庆祝江泽民死了，庆祝江泽民死了。蹦蹦蹦敲鼓啊！李鹏死的时候，人家放那个冲鞭炮啊，只是放鞭炮。江泽民死了以后，还增加一个敲鼓啊，敲鼓啊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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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在敲鼓啊，一直在敲鼓啊。那个鞭炮啊，啊，也到处在放啊，放鞭炮。但敲鼓的比较多，敲鼓的比较多，敲鼓的比较多。李鹏啊，此时此刻，人家发出来是仇恨呐。那个仇恨，僵持了一个，人家发现是不满，不满。李鹏啊，是沾了六十的血，还造下那个坦克人。那个江泽民干的坏事可多了，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给俄罗斯，明白？表面上你看起来。他还可以讲好几个语言，还可以讲英语啊，但骨子里边啊，从来就没有想上国际接轨，从来没有想到国际接轨啊。他在台上这么多年了，如果真正的想要从国际接轨的话，他可以做出很多的努力。但是啊，他不但没从国际去接轨啊，反而策划了那个911事件。记好，策划了911事件，而不是协助我，是策划了911事件了，是策划了911事件了。然后他马上同小布什联系，表示可以共同打破恐怖主义，这样就蒙混过关，骗过了美国。也就是说，江泽民在主政的这么年这么多年呢，表面上看起来啊，似乎啊。人家有的地方开放了，实际上他是不作为，他自己在不断捞钱，不断捞钱，捞钱，下了台以后还在捞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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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捞钱。所以啊，一句话，搞得民不聊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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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啊，腐败无比，腐败无比，腐败无比啊！所以啊，他死了以后，老百姓呢敲锣打鼓，敲锣打鼓，敲锣打鼓，放鞭炮，敲锣打鼓，放鞭炮。老百姓只是局限在这样的高兴当中的话，我告诉你，8月份、9月份、10月份，老百姓有人敲鼓的，有好几个可以鼓可以敲呢，还有好多鞭炮可以放。8月份、9月份、10月份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实际上，家里如果并不是太贫困的话。可以直接买一个鼓，为什么？有的可以敲的呢，接下来有的可以敲的，不是一次去买卖啊，不是只敲一次啊，可以敲好几次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们看到市场上面不是太贵的话啊，你们可以买一个鼓，准备好了，好，再见。